高。啊，今天我们修行是一样的，释迦行你没有做得很好，你的楼不能盖得太高。正行非常重要，先结印，要先结手印啊，先结手印。这个手印呢，就是瑶池金母的手印，但是呢，尾指要伸直相交叉，这样你会不会瑶池金母手印？你先结起来瑶池金母手印，然后尾指伸直，啊，这个就是普贤菩萨的手印。等下教你们普贤菩萨的手印。瑶池金母的手印，那再把尾指伸直，啊，我还拿着麦克风还能够解，嗯，哦，就是这样子，瑶池金母的手印，然后他尾指伸直，啊，竖立，就是。普贤菩萨的手印，普贤菩萨的手印，就是结印。我是写着双，先双手内附，大拇指双竖立合，食指伸直外张，中指伸直相触，无名指内薄，尾指双竖合。以金刚手的金刚手菩萨的手印是一样的。普贤菩萨的手印有很多种，有一种就是跟金刚手菩萨的手印是一样。普贤菩萨，所以普贤菩萨就是金刚手菩萨，也就是金刚萨埵。